AI 按摩机器人滚啊滚，东森自然美 Rego Spa 独家导入 AI 人工智慧按摩机器人，能够自动扫描规划按摩路径，如同真人手法。 SPA 课程首度在东森购物开卖，全台湾第一座来自东森自然美 Rego Spa 所提出的六轴仿生机械手臂，全台湾第一台 AI 科技智慧按摩机器人，真人可以提供的服务，机器人做得更好，而且带有温度。缘起其实来自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对于美容师的体恤。我们现在全台湾的美容师大概有五六百位，经常听到美容师休假、请假、病假，都是扳机子手受伤。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身为企业负责人应该要解决的问题，所以在去年接到讯息，在香港有一个国际 AI 仪器美容国际展，我就特别亲自去看。引进全台唯一 AI 按摩机器人，总裁王令麟秉持人证、物证、科学做见证的精神，接手自然美后，所有服务都亲自体验。这个 AI 机器是经过电脑会分析，根据你不同的身材、不同的情况做对你最有利的来按摩服务。今年二月到货，我前后四个月体验了100多次，我们决定下单大量采购，然后把美容师开始训练。我相信这是台湾美容 SPA 业的领航者最好的这个推动。第一是给会员更好的服务，第二减少美容师的劳动伤害。王令麟亲自担任代言人，现身摄影棚，购物专家丝绒逮住机会，当然要为东森会员朋友要到最杀优惠。总裁99,000可不可以少一个零？因为你说了算，别人说了都不算。其实我今天做这节目是赌上了我25年的职业生涯。没错，因为一起挖桃给你，我想说万一他现场对，要是得罪了厂商或品牌方的就算，得罪老板。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恐怖？还好总裁大气。我看一下你手有没有病。希望借由今天呢，我们做这一场的节目呢，能够邀集更多想去尝试 AI 按摩的朋友，真正的去体验看看。像我体验过，乃馨体验过，我们就发现哦，真的是超过想象。这次 Rego Spa 引进的这个人工 AI， 它的快是你的。短短的时间内，你可能可以抵过你用人力做2-3个小时的效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准，它知道你的状况。你知道 AI 是可以判别你的肌肉状况、你的线条状况、你现在的脂肪累积，甚至是你的疲劳跟压力状况。当这些都可以变成科学数据的时候，你知道人工智能的 AI 它其实比人厉害的地方在它不累，它也不出错。他一旦设计好他的路径图，他就是很精准的做到每个地方。课程包括 AI 机器人舒压按摩10次，以及白玉石榴美眉精粹气泡迎宾饮料10组，华托净善美三色藜麦10组课后甜点，还加赠体验课程投研水光极能活护瞬效护理60分钟，还有价值13,000元的自然美 NB1 保养品组合，以及50%的东森币回馈。再好的老师他会累，再好的老师会有一个替换，所以呢，我觉得，总裁的部分他也会害怕说，服务品质会有参差不齐，或是能不能再提升对于客户的服务品质。我觉得总裁，整个 Rego Spa 的这一个投入 AI 的金额跟研发跟导入，它真正提升了客户的服务品质跟效能。台湾唯一 AI 按摩机器人结合专业美容师，开创美容产业的新里程碑，为追求美丽的顾客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。记者王志先生凡采访报道。